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，今天是我们唱青翔硕站的第二站啊。翔硕站，大家都认可我们这个大家庭哈，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今天所有的挑战都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去完成，展现我们团结友爱的家族氛围。祝各位好运。啊，既然本期主题是一家人，所以的 cos 今天不集体 cos。一个系列的那种，对，一个系列的 cos， 我们准备了不同的家族角色为大家挑选。我们有一个密室游戏，密室，五个房间，每个房间有一个主题的角色扮演，所以我们每到一个房间，我们需要完成那个房间的游戏。如果你们没有胜利，那么你们就只能获得下一个房间的 cos。如果那个房间游戏胜利了，那么你们就可以获得这个房间的 cos。走吧，我们来进入第一个密室。开路喽！你想干什么？我什么也不干呀。哇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个。啥呀？太厉害了！这个真的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看呀。但谁演那个邓布利多有点太热了吧？我肯定是这个呗。赫敏。那不一定。赫敏，哈利波特，罗恩，马尔。我这个也还挺。斯内普。斯内普教授说话不动嘴。是。那请声优少年为你们讲规则吧。来。哎呦。来。哎呦。在呢。你们看见了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那么我们一号房的任务呢是石头剪刀布。啊。就是在10秒钟之内要3次平手。而且你绝对不可以商量，几个人都得一样啊！啊，五个人都一样。没事，听我号令，好吧，姐，相信我。石头剪刀布，对，石头剪刀布，完了吧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来一个。三次一样就行，你想啊，我们先说啊，一共就3种。石头剪刀布，那你说应该先说什么呢？好，来开始。来，可以了吗，导演？如果发现作弊的线索算失败、啊、你发现没有吗？我发现了。哪儿啊，我都不知道我该出什么你就发现了。开始啊，你冤枉我们。准备3、2、1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一遍。哎呀，好啊，你也是玩啊？是玩是玩啊？是玩是玩。来，我们来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完了，人家也布，石头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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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，完了，石头剪刀，我就换，穿穿穿，咱就穿，什么玩意儿？别生气。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不要了，这就是没有我们的节奏，一下就被他给带乱了。我们自己走自己节奏，节奏节奏。石头剪刀布，对吧？啊，来啊，再来一次啊！3、2、1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薇姐，我们扮哈利波特，你去下个屋。你能不能石头剪刀布啊？这下有点明显了，我要作弊是吗？我不知道要作弊。老弟，连你这智商你都知道？姐，我马上就明白了，还是我想的呢这一出。来，我说我怎么跟你们都不一样？我们就是石头剪刀布，没带上你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乱了乱了，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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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，走啊，倒霉了。不是，刚才大家也有前面一两猜对，有了两，后面怎么了？抱歉抱歉抱歉啊，我们作弊的方法是剪刀石头布出，他不管喊哪个我们。是石头剪刀布，但他会随便无所谓，不听他的你就这么不听他的哦，不听他摆明了输了，没事没事，我让你来，反正也是错，失败了哦，失败了就。哈利波特挺好的，但热毛衣。恭喜大家可以有可能获得下一个装扮了。不是这样，
你跟嘉玲姐，你俩玩一下，你俩能一样？就你们仨人。那就我俩。一样，不能俩人不能，你们仨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走。剪刀石头布，我来。剪刀石头布。你还变。小伟，他耍赖。三个人都弄不了一块。弄不了啊。你这看来你得这么喊。石头布，石头剪刀，剪刀石头布。你中间有一轮完成了，有一轮完成了是。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由于大家失败了，所以我们唱青的送给大家一个锦囊，提示你下一关的一个秘籍。这首吧，这是。上面写的啥？来，进来，我唱青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告诉你个秘密，我来看。告诉你个秘密，默契最重要。来吧，下一个密室见。这啥意思啊？就是告诉你默契。哎，我们来试一下，真的来试一下，来。几个，我们俩再来试一下，来，石头剪刀布。你们还在作弊啊？都不录了，你们还在作弊？我们要练吗？练作弊吗？不是练默契，这个练不出来的。摄影机都走了，你们还在作弊？没走呢。这个练不出来，只能作弊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是这些默契的话，只能作弊。对，我也觉得是。不是，正式认可。你一向正直无比，你怎么能赞同作弊呢？抱歉了，四位，我可不敢苟同。可是，刚才就开了吗？所以刚才我问一下，刚才你们所有人其实都心里都知道要出剪刀石头布是吧？石头剪刀布，我完全没有 get 到。我们说了一千次，你没感受到。哎，咱们手心手背到底是先是背还是心？背吧，背心，我们就想背心。行，好。下面不会有这个游戏了，很简单。下一个，哎，还有，比心的话你怎么？就这样。好吧，你看咱们必须要一样，比心就这么比，好吧，那就这样了。咱们还有什么？如果下一个是连续赢导演组，大家必须全部赢石头剪刀布。这跟默契没关系。对，有没有可能默写一个数字？比如说，数字。天哪，温柔的心口。哦，山菜到名次。不是，怎么还有朴学亮老师呢？他也要那什么吗？起码有个三菜的妈妈。对呀、啊，或者是清河也可以啊，清河不也很帅吗？好了，那我们来进行第二个游戏哈。刚才贾玲老师还在问，连这个身体说话的游戏都没有了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二号房间的游戏叫做一体同心。哦。熟悉吴彤导演的都知道啊，吴彤导演设计的游戏啊。名字一定要是比内容花哨的。至于是这个游戏怎么玩，听到我们提供的提示词语以后，啊，做出你们心中所能代表该词语。我知道了。比如说，他说唐老鸭，我们有可能做这样，但有可能有幸做这样，但得做成一样的。哦，这个还不错。十次机会以内呢，有三次成功，咱们的任务就算过关了。好的，导演，你知道我们几个其实本身并不熟，刚熟没几天吗？那准备啊，第一题，来，只有三秒啊。感恩的心，三二一。我刚才说了什么错了？还有，哎，比心的话你怎么？就这样，好吧。刚才说了什么了？作弊了？不是说不作弊吗？算了，周深是啥东西？感恩的心。哎呀，你看气的。第二题，买单，三二一。刷卡吗？这不是。你们是干嘛？你这在干嘛？他说别去，是你别摸。我说你别，我说行，你来吧。接下来是下一题，生气，三二一。哎，对，你们解一下生气的程度。我很生气。这个不是，这是男女的不一样。
耶，哎，那周深会给你是一样。老婆，你不懂事，是这样吗？就生气不是大概表演成这样吗？程程也是这样的。我不是这样吗？像那个《猫和老鼠》里那只狗一样。哇，好像。你是这个？走。回来。出来。再来。来啊，下一题，撒娇。哎呀，周深，你生气跟撒娇一模一样。我们俩是一样，对吧？亲人。这么轻松吗？程程是怎么撒娇的？你还是这样，你跟我们生气一样。我跟你说，程程这是男人撒娇很正常的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平时在吉娜跟吉娜，好让我弹一会儿胡琴吧。哎，今天我才练了3个小时。可能我把吉娜撒娇那动作给学到的。对，下一题 ，Michael Jackson。你用中文吧，迈克尔·杰克逊，好不好？你别迈克尔·杰克逊，谢谢。迈克尔·杰克逊，3、2、1，要互相看一眼。朗朗哥，你啥意思？你是啥呀？我想，你这个绝对是迈克尔·杰克逊。我本来想做你那动作，忘了那个。别解释了，你那个是那个雕塑哥，你这个是雕塑，你是那个雕塑。来，下一题，走。洗澡，3、2、1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看来我们一起洗过澡啊！洗澡，在一处的。好的，恭喜啊，你完成一次了。来下一题，吃饱喝足，3、2、1。你要去哪儿？你要去哪儿？要溜达吗，姐？你想去哪儿？我这个玲姐，这个我解释一下，就是按照玲姐的生活习惯，就吃完就想躺。姐和上了刚才买单，吃完了就别。我问你，你们吃饱喝足以后，他多坐坐，好饱啊，饱饱的，今天洗不洗？不得6-60吗？对啊，吃饱喝足，站都没站起来就席地而躺。姐，餐桌上哦，在床上吃的。来下一题啊 ，rapper， 范丞丞，你俩，我们仨一样，啊，你们仨一样，我们俩一样，你们想复杂，你们是什么 rap 假唱 rapper 吗？什么叫假？每个 rapper 不是都这样拿着麦克吗？咱们 rapping 那种，对呀、啊，就这样就行了嘛，哇哇哇哇哇，来下一题，蜘蛛侠，哇，啊啊。不对啊，周深手反了。周深，你那是钢铁侠。而且男女确实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。你看我的第一反应，然后我再看杨。这个哎，接近，这个接近了。对，下一题，化妆。哎，彼此看一下。我是粉扑，你是。不是粉呢？粉扑、啊，你是扣王。粉扑他有些是哦，站的那种是吧？你是粉扑。你呢？当然是粉扑。头上少了一只手啊！我他是这个，我们对镜子我是这样的吗？是，我镜子。他是遮瑕嘛？遮瑕粉扑。也算了，这个也接近，大家也错了。哎，我就想问问，我们全答错了，你们还有几个密室啊？如果我们都没有，你咋办呢？最终没有，再撞回去。最后一个题，第四题如果错了，就直接是第五个，就穿第五个了。第五个是啥？丐帮的吗？不知道。起码丐帮还有个黄蓉。老邪呀、啊！下一题啊，简单，打篮球。哦、你是拍球吧？你俩？我是投篮。因为对篮球里男孩最帅的动作就是这个嘛，不像哪个男孩你。这个呀，他刚才就在。哎，最后一题啊，蒙古舞。这是江南 style 哥。江南 style 不就是从蒙古里？哪儿？你俩，但我知道这个吗？错了，我们错了，对不起。我们认输。好，恭喜大家啊！这一轮又没有获得，那为何要恭喜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有唱青的送给大家一个锦囊。来吧，
亲，来喝口畅清，告诉你个秘密，记得保持大脑清晰。啊，记得保持大脑清晰啊！下一关跟脑子有关。那么跳关吧。那玩什么？跳关，直接到第四个得了。实力咱们挺惨的俩，第一个实力是最简单的。心。对，但也不够。你错了。是。那个崔丁壳都弄不明白的话，下来越来越难。崔丁壳谁也弄不明白。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跟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家人玩一玩，家人玩一次，如果赢了的话，上传视频发给我们，我们不相信。他们能彩排排的，不能作弊啊，君子游戏。来，千万别作弊啊，千万别作弊啊，千万别作弊啊，那不作弊，千万不要作弊。好了，来，好嘞，下一个密室见。三楼，三号房，我三楼。三楼就得坐电梯了，我们。Yes, okay, yes, okay。三号房的礼物。啊，小黄人。这个朗朗哥现在已经自然的 cos 了。不用换衣服了吗？你这是小黄人本黄。这个就是你们 cos 的形象。这个吗？哦，这边啊。哎呀，这个不错嘛。哦，林姐是这个。小姑娘。也不一定哦。哎，谁是一个眼睛？独眼龙，谁独眼龙？还能是谁？我吗？我是独眼龙啊。三号房的任务是十秒问答，就你们需要在十秒钟以内根据题目依次回答问题，如果全员答对一半的话呢，就挑战成功。哎呦，降低难度了，全员答对一半。程在这，这么近，要，你站在最后边来。我站在最后，我俩人一块完了。不，你就在这儿，然后你左右两边耳朵打开点。好。来，那我们开始了。好，请说出三个字的男歌手。三二一，周深。李荣浩。张学友。周杰伦。刘德华。二，换成上了。说呀，哥。就说就完了，不一样是吧？要说不一样，当然啊。眼睛瞪得，给你留了有五秒吧。这边你就看我就好了。周杰伦说了吗？我说了，给人留着就知道周杰伦。把简单的一些给他。不是，我还有知道别的，我知道谁？林俊杰嘛。昨天还办过花钱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我想拖一拖。不解释了，不解释了。请说出四个字的中国艺人。三二一，周深。日吧。斯琴高娃。古力娜扎。欧阳娜娜。易烊千玺。哇！太厉害了！我们把那个留给了他。明白，我明白，我知道你们俩在留。斯琴高娃怎么样？冷门不？把你们俩放在前面是对的。非常感谢啊！非常感谢。请说出三个字的电影名，开始。十九大逃杀，甜蜜蜜，哦，喜欢你。啊，哎呀妈呀！时间到。你看我的说的。很多，其实很多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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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我。因为起头也很重要，你起头起慌了，大家就慌了。哎，大逃杀。大逃杀，起头得淡定。算我了，这样，我们再调配一下。姐，我明白了，你才应该去第二个，你不配站在这里。你才应该去第二个。我在这儿，我上。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。来，准备啊，请说出三个字的水果，开始。火龙果。大苹果，菠萝蜜，猕猴桃，大西瓜，不是，菠萝蜜，菠萝蜜，我说过了，啊、大苹果，小菠萝，谁说的大苹果？这样，你说，我这样，我可能第三个可能好一点。确实，山东烟台大苹果，对呀、啊，猕猴桃，我说大西瓜呀，对呀、啊。
你这个大西瓜比大苹果更硬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哈密瓜。对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我应该站在前面，我才不应该站在后面。你们把那简单的说了，冷门的人在后面。对的。哦。来，从我这开始，来，接下来乔丹开始啊，这题你适合你，请说出三个字的运动，开始。保龄球、扔铅球、踢足球、障碍跑、乒乓球，踢足球不算。怎么踢足球？踢足球就踢足球啊！这运动名不能是踢和打。那你也没错呀。是呢，马后炮。导演太好说话了，是呢，我错了。他刚就笑了。是呢。做可爱人设。哎呀，为了丰满自己的人设，真的是给自己弄可爱的，是呢。对，我错了呢。就差敲脑壳了，是呢。说出三个字的家用电器，开始。电饭煲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、微波炉、鼓风机。哦，鼓风机错了。哎，我谁家有鼓风机？哎，我奶奶家真的有鼓风机，现在就去。不是，我看见过。来一台游戏，因为我们农村都农村鼓风机烧火的时候，鼓风进去。我去过几个家，我知道，我见过。那不是电器。家用电怎么不是电器呢？鼓风机要插电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想帮你，我家没有鼓风机。为了帮他真的是什么都掩埋。我现埋，我回头拍给你们。我家用鼓风机。哟，杨迪，怎么你在最后也不行？因为我在最后嘛，想的有点太冷门了。跟郎朗也差不多呀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你们两兄弟，周深，你到最后来，你可以。谁到后面谁翻车？你试试看，你翻不翻车？这个团最聪明的，显而易见就是在第一个了。请说出各个组合团队的名称。开始。Next。月华七滚。年糕夫妇。1835。年糕夫妇是啥？我是吉他组合呀，恭喜大家！这个组合很小众，但是有算一个组合。这个名字，你太不了解了。Next 就是月华七子啊，是吗？啊 ，Next 就是月华七子啊。还有个英文名。你没跟姐姐说呀？这总导演也不知道呢。他说恭喜你们！哇塞！拖出来，拖出来。Next 是哪七个人呀？啊？没事，别，这个不考了，连程程可能都不知道。好久没见。最后一个题啊，请说出团队歌手的名称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歌手是两人以上的。啊，那不就刚才说的吗？走，开始。对，开始。9%。那个，蔡程程。组合。月华七子。十足乐团。乐团。Super Junior。啥东西 ？Super Junior。Super Junior。啊，是的，但是时间超时了。时间超时会不会晕你耳背呀、啊？啥东西？对呀、啊，那时候你还在数三，啥东西？对，超时了。人家是不是趁着在你倒计时里面说出来，你没听清楚，然后是不是趁着哦超时了？这道题应该算对。对，这应该算对了。算对，但你们也是失败了啊！你们技术转场吧。我们也没什么好说了。对，我们也累了，你就把最有第五件第五套拿出来吧，丐帮嘛，是不是？到底是啥衣服嘛？我们也没什么。这趴不错，这趴不错，这趴不错。哎，朗朗跟我说，这趴不错。怎么又不错了？跟哪感觉不错了？朗朗哥只，反正他能答出题的都不错。你变了。你知道朗朗，我们这个节目不是答题答得对的多，就是不错。
我们要让观众乐，懂吗？乐。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得，我多跳蒙古舞。恭喜大家得到唱青的神秘的锦囊。来，让传传念。好嘞。亲，来喝口畅心，告诉你个秘密，互相帮助才能更快地完成任务。耶！所以下一题是一个互相帮助题。呀呀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呀。你喜欢这个吗？你喜欢这个吗？我要不要这个？他叫什么来着？多拉美，对 ，A 美。多拉美。赶紧的吧，然后我们排个顺序。这个题就是，如果答对了，大家就是哆啦 A 梦的造型；如果答错了，大家就是第五关的。你是啥也不说，还不说？对对对，第五关。第五肯定老惨了。对，我们第四轮的游戏叫做接力赛。就是我们五位成员当中选出一个成员站在一边，然后两个人手握着手，然后依次传递这件 T 恤，50秒内最后一个成员穿上就算挑战成功。穿过来还得再穿回去，还要穿回去啊？这手牵着手怎么套啊？套得过来，套得过来，套得过来，套得过来。诀窍是？没有诀窍就硬拽，不管我们的肉身。还确实是，我是够呛，我够呛，代表郎朗也够呛。太小了，那会勒出你的腰条啊！来，你先穿上去。陈俊穿的小。对呀、啊，他穿那么小，我们怎么穿呀、啊？你试试看嘛！你们看一下朗朗哥的表情，又是那种第一期看到我的造型的时候的表情。我不想要机器猫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你俩脑袋是不是这样？这样这样这样。顶着顶着。Round one， 开始。这地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哇哇，要要要要！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哇，来你了，到你了。手伸直啊，手伸直。眼镜眼镜。对对对，手伸直，手伸直。有了有了，别动啊，别动别动。你别动，你得找一下吧。你使点劲吧，郎朗。郎朗。不是完全不让人动，你得也动一下。直男有点太直了，来来来。好，我先套头啊！嗯，好好好，来，胳膊伸直，胳膊伸直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帅的，没成功。时间都到了，要回去，咱们得快。别把我们当人，别把我们当人。那这样好不好？刚才有个问题。我会先扒拉头过来，然后赶紧把手伸直，行吗？程程，你第一个这个别住了，我就拉不过来。哦，好。那我对不起了各位啊。速度。我先试一下啊。我卸任了这个对象。哎呦，我。你是等于说拿它去撞是吧？撞钟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三手。你脸上最贵的手啊，你姐。哦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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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。你得找找，你得找找，程程程程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头，你太高了，我这孩子回来，你刚才好像无脸男哦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失败了，我们一会儿直接带大家到第五个房间领取那个衣服了。来，咱们一起喝口畅心，轻松一点。来，喝口畅心，轻松一下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好嘞，
我们一起到最后一个房间取衣服吧。这多么恐怖的衣服啊！你看，就是刚才那件黑 T 恤。哎，我们学那个腾哥那个下楼梯那个。跳起来！他是同手同脚是吧？你期不期待你最后要换什么衣服？我害怕。走，这边。我相信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衣服。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我要知道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白雪公主不会周深吧？那其他的对我也太没挑战了。就是，你还净说。周深，七个小矮人里面谁是最矮的？拿出来，让我们五个阔太太们选一选。上衣服。小矮人好热啊，小矮人。你们知不知道？浴巾打湿了，然后淋在人的身上，是让大家听一下这衣服的声音。好，不是周深的这件像一个贵妇的呢子大衣。不用这样去证明小矮人吧。有个问题，为什么我的衣服是所有人里面最长的呢？你看人家是怎么配的。所以我是他。对，你是他，所以你还不够矮。人家是拖地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不是，他们最经典的应该是把帽子戴上吧？对，是帽子，帽子，帽子。哦，这是帽子。好热啊！热也不能我一个人热呀。也省事了，不做头发。再来吧，那我们大家开始换装吧。你戴眼镜呢？有戴眼镜的小矮人，有一个智多星啊。我这个小矮人可以得把腿截去一点。我怎么这么适合这套衣服啊？天哪！哈喽，我的小矮人们。看一下公主来了吗？你这脖子闪着了，像狗的那个维多利亚圈。姐，我站你侧边，你能看我吗？童话故事开始了，兄弟们，公主你 C 位。哎呀，公主给我也穿上了。你这姿势特别丧。对，这真的很像一家人，特别好。我们其实在来之前搜集了每个人的一个心愿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安排呢会一一的满足大家的一些心愿。哇，真的刘德华来了。小心愿，小心愿，小心愿。旅行的第一个心愿是给朗朗哥的。在朗朗哥心里有个特别的人，他很希望安排他的人也参与这个节目。所以我们就有请这个特别的人出场，也是白雪公主的敌人嘛。白雪公主的敌人，皇后，嫉妒你的美貌的皇后。没想到今儿是个宫斗戏。有请特别的人出场。帅哥们，你好！下次来这种节目，希望把妆也画好，好吗？你的妆是那种就是坏人的那种妆，要涂的发紫那种。行了，衣服已经是紫的了，行了。魔镜，魔镜，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她啊！有猎人追杀我，有人追杀我！别说猎人，我们小矮人都看不惯你了。下一个行程满足的是周深的心愿。你的心愿，大家会今天要踩高跷吗？
周深的心愿是想吃桂林米粉。打扮这么严重就吃米粉啊，是吧？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辆车哈，你只有两个人能开，那我们就两位女士来开车吧。你也真是好意思，贾玲姐都这样了天天开车。王子呢？王子都在你们后面跑着。我的王子在这儿。我是小矮人今天。来吧，那我们出行吧，吃米粉去，走走，吃米粉去，歌口唱亲，轻松下一站。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优酷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姐，等会儿，等。戏多的有点儿。皇后老巫婆。现在感觉我像老巫婆。什么？不是马车吗？哎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是个电三轮改的吧？哦，这是那个车吗？天哪，这不是个痔疮垫吗？这车有刹车吗？这不拖拉机吗？有公主。公主大劈叉，这段掐了，别播。哪个是油门？这个是油门，这是刹车。啊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我白雪呀，当了公主一辈子，就不能随便给我找个王子开车吗？啊！你瞅，哎，还让我开慢点，我这开的突突的突突的。谁带手机了？给我们放点音乐。音乐。乡村爱情的。来啦，老乡们，我们来啦！你好啊，能看出我们是谁吗？你很明显，公主。老四啊，你那滑图弄得怎么样嘞？呀，那不是大脚吗？今天的麦子都丰收了没有啊？干什么去啊？啊，放羊去，你去吧。马力还挺强。姐，我这护驾怎么样？给你一直开辟非常的好。你作为我的御林军。公主，到点吃饭了。小飞，小飞。来到这么高贵的地方，我们要转换一种人物性格了。哦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今天是吃什么呀，我的公主？哦，今天嘛，是陪我的矮人们一起共进晚餐。Hello， 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你得让他好好照顾我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来了。你去哪了？你能啥了？你这。又是这熟悉的长条桌，来，皇后，你俩坐在中间吧。来，我俩坐。来来来。今天来到了午饭环节啊，我们今天选择了周深最爱吃的桂林米粉。也是，我是。周深的压力好大啊。真的，我们都陪你吃你爱吃的。桂林米粉是当地人最爱吃的早餐之一哈，嗦一碗米粉就能开启桂林人全新的一天，是不是一想吃就流口水？哎呀，这个话有点太那个，我觉得有点太生硬了。想必大家都饿了吧？但是想吃到这么美味的桂林米粉是没那么容易的，我们需要齐心协力的玩游戏去赢取这个米粉。每个米粉都是升级的，都是不同种类。刚开始可能是素米粉，越来越硬。我们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一张图片，我们一共有11张图片，也就是说从周深开始或者从程程开始往这边移，然后再折回去。如果11个图片大家都猜出来这个人物，叫出名字啊，人物的名字都说出来了。来，那我们有请第一道米粉。来啦，米粉来啦。这是一碗素米粉，无调料。素米粉，素米粉没有调料的。哟，这适合春游少年吃啊。那开始了，从周深开始。气死我了！你不知道庆余年？不知道庆余年鸡腿姑娘？庆余年不知道？没看？你去！再给次机会吧，第一个就错了。天哪，又不认识？这我认识。
说呀，说我可以吧？说是我认识。说呀，哎，张歆艺二姐。就对，张歆艺你也不认识？周深，你平时在干嘛？只关注我的节目吗？不，这样，我们承认我们输了，我们就想考验一考，我们就继续翻，让周深得罪整个娱乐圈。林姐。哎，那个什么，美人鱼那个。哎呀，三个字儿。张雨绮。什么？哎，张雨绮。张子绮。张雨绮。张雨绮。周深谁也不认识，没办法。连春游少年都提醒他了。看不下去了。来。这个。我。耳朵里塞着小喇叭。又不认识。张含韵，这太明显了，我还有他微信。张雨绮，对，周深果真谁也不认识。终于知道我微博关注1000多人有道理了。我明白了。周深，你没认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我的问题，你眼睛不太好，最近得了一些眼疾。那我们把这个米粉送给了春游少年吃了。素的我们主要也是不爱吃，那你吃吧，一双筷子你吃吧。你们这么谦让吗？真的这么素啊？白雪公主，你看他们的米粉，这叫纯的。他们这个米粉是那种平时点加一份米粉的时候加来的，汤都没有。我们先请出第二碗米粉。这个叫炒粉粒，也是桂林比较特色的米粉，一般在当地才能吃得到。哇，这炒的，有颜色，这个好，炒的吗？就是炒的。周深，你这么爱吃，你得加加油啊！给我们个机会，我们从这边还是从这边开始吧。还有谁呀？还有什么？还有男演员啊，男演员啊，动画男演员，男演员，从你开始，我先开始吗？耳朵放亮点啊，哥哥在这儿。准备啊，程程。张若昀。邓伦。朱一龙。哦，老翔。就在一个校区。一个校区嘞。啊，胡歌。对。哎呦。虽然有口音，但是胡歌。OK 的，关键的。可以。求你了，出个简单点。Hello。一届帝王凯，答对。吃饭。没有，回来，下个朗朗哥。啊，还得回来啊？对，这么难。啊，这个叫陈伟霆。白敬亭。行，你没说成白敬亭。白敬亭跟胡歌，他们俩。该我了。丁禹兮。来你。任嘉伦，冯巩，这个咱姐师傅，我知道，上次听你说一次记住了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吃了，先给俩公主吧，给俩公主吧。哎，林姐，你看过那个陈芊芊是吧？看过呀，我超喜欢。喜欢那男主吗？喜欢咋？给我呀，喜欢那男主吗？那个男孩叫丁禹兮，丁禹兮演技特别好。对，我和晨晨分呗。谢谢，筷子。下一道菜非常的重要。下一道菜，重要人物要登场了。这个是贾玲姐的心愿。你们希望什么样的朋友加入吗？热播的剧里面的男一号。你刚刚。玄虎城少城主韩霜，天哪！我是小矮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丁。办上吗？先不着急办，万一不是我们吃呢？而且你那身衣服不太适合拌米粉。那我可以把袖子撩起来。小林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保持我。好。我昨天刚看完大结局。没想到一来就这样了。对，我来给你。哎呀，把米粉给你搬上。保持一点偶像应该有的样子。小丁也是我们栏目的心愿少年啊，因为这期他俩猜的难度很大，所以小丁来帮他们一起。来，
主，公主，这不是我的地儿吧？别这样，我坐，你挨着公主坐。好嘞，那我们这一题，其实大家多一个帮手，也多一分难度啊。我还挺喜欢你生活中的那个发型哈，现在还是那样吗？现在给揭开了，给你揭开了，还是那种吗？那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剃着光的，也不至于姐，短了点也不至于光头。这一看，哎呀，晨晨有一些失落。没事，范晨松开，他是我看在眼里，都是姐的过客。来啊，开始啊，晨晨。李现，请答。朴树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不认识。我的偶像。林姐。跟我一个姓，跟我一个姓。嫁出去！不，跟我一个姓。周震。这是周震南。哦，周震南。周震南。还憋出一个 Justin， Justin 都是现学的。黄啥？黄明昊。黄明昊是吧？黄啥？周震南。周震南。哎呀，不知为何春心明月乱我心呐！平时都认识的，那这个米粉送给春游少年吃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咱们能不能找一些潘长江啊，那些东西？沈腾啊。对。直接端吧，自个儿拌。哎呀，小丁没想到吧？来了以后可不一定要吃。哎，姐，哎，别的可以共享，姐，食物万万不可。姐，我给你换。咋还带着鸡腿呢？怎么的？哎呦，哪儿藏起来的？请了最后一道米粉。最后一道呢，就是豪华版米线，有红烧黄牛肉、火腿肠，还有炸腐竹、鸡腿，而且还附赠了一个当地的凉菜。不是，我觉得这碗米线里的米线已经不重要了，主要是那个腿。现在是猿辅导小课堂时间，我倒是要看看猿辅导的题不会太难吧。给咱们出小学生的呗。来，我出小学生题，成语接龙。我成语说前两个字，你们要接后两个字。那这么欺负外国人呗，爬上哪整这玩意儿去？吉娜姐会成语不？哪会呀？东北成语，叽里咕噜，磨磨唧唧。吉娜的话可以安排一个人可以做她的辅助嘛？她选就朗朗哥做辅助吧。朗朗哥做，行。只有七道题。好，某门培。准备，深深啊，深深。学子。朗朗。乾坤。吉吉。娜娜。哎，这个算，这个挺好。岌岌可危。岌岌可危算周深帮着那个啊，在该小丁了是吧？我好紧张啊！嘻嘻，哈哈，算吗？相关吧，应该是。对啊，嘻嘻哈哈不是成语吧？嘻嘻哈哈，汉语成语，拼音是嘻嘻哈哈，意思是嬉笑打闹，形容嬉笑欢乐的样子，出自曹雪芹《红楼梦》。哇！谢谢曹先生。哎呦我天！出了这么个有文化的成语，嘻嘻，迪哥，当场给我带到了。那三道题啊，好，准备，玲玲，岁岁，杨洋，傻傻，最后一个范范，知交，知交。恭喜咱们答对了，所以就把高配版的米粉给大家。弟来，奖励你一个大的。谢谢。没事，我这样，我换根火腿肠回来。辣，太辣了。哎呦我天，喝点畅心。这我没喝。一身轻松。哎呦。现在大家面前有六个畅心邀约瓶，每一个畅心邀约瓶上都写了一个地方。现在程程这儿开始转，到谁的手上，面前的畅心邀约瓶就是对应的我们要去的地点。畅心邀约大家开启新一轮的旅行。是贾玲姐，贾玲姐，那我带她嘛，公主出来不方便。
就是这个呗。春游家族，听说玉龙河很美，一起去吧。哇！咱们一起喝口唱青，轻松一下。来，喝口唱青，轻松一下。这是杨迪的愿望。因为我看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好像也拍了这边，就是封面非常特色，渔夫，国家去的一个地区。那我们会坐木筏吗？会，竹筏，对，怕不？好啊，有请大家一起前往玉龙河。来，走之前让我们喝口唱青，让我们一起唱青。我是上海马自达桂林新闻的博俊店的李佳明先生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款就是我们本季青春环游记的特邀嘉宾 CS30 小红椒。过来的话呢，我跟小红椒跟大家一起同行。这个山真的不可思议美的。对，你每次都觉得像画的一样。下车，欢迎大家。这里是我们的万景码头。那万景码头呢，是我们的玉龙河漂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码头。恭喜大家来到玉龙河啊，实现了杨迪的心愿。我们的这个玉龙河啊，是漓江的最长的一条支流，它也有小漓江之称。等会儿我们坐竹筏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两岸的美景。有瓜子儿呗，咱们来点儿。一哥，咱们有吃的。哪儿呢？哇，你家带花生呢？我因为我会饿的时候，我想说是让你揣的，不会被收走吧？不会啊。不会，我会给你播出去。哎，让他们唱个歌吧。好啊。来，唱歌喽！唱什么歌呀？唱三国志，天苍来那边河，好有感觉啊！那边河，山歌好比春江水。家族一起边看边聊，走了走喽。这个车的内饰很不错哎，低调奢华有内涵，看起来很简约，没有大的屏幕，可看着心情很舒畅哎。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到阳朔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景点，就三千里嘛，是这儿三千里哎。这里是漓江这个风景最好的一段。哎，猿辅导在线教育，我知道哎，它是上网课用的。哦，那么孩子在家上课就很方便了。上网课就猿辅导，累计用户4亿喽。哦，这边真的好美，漂亮。二十元是这两头吧？哦，真的吗？二十元，来看看，就是这。欢迎来到三千里人文度假区啊，位于三千里的精华景带，对面的这个20元人民币就是阳朔最出名的景点，必须得来一趟。这是成功的愿望吗？是的呢，20块钱拿到喽。我们来这有两件事儿，一件事是拍照，
然后每个人呢给自己拍一个主体的照，就其他人来配合他，这样的话你这照片可以留给你自己，就真的是做纪念的。啊，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上楼会玩一个游戏，啊，你来决定今天晚餐是大厨做饭还是你们自己做饭。啊，天哪，大厨做吧。过来，你们俩要抢我，然后我都不干。我们仨先退出话。不过你们也要。那么多人抢你啊？对，所有人都在抢我。我也要抢。快点来，所有人都抢我。来，三二一，走起。你们摆一个什么爱心儿什么的。你们在我周围都这样子，我放弃了。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优酷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这个感觉很好，烟雾缭绕的感觉啊。这个游戏叫做《暴走唇语》，其实分组对抗式的游戏。啊，我们一共七位分成四组，有一个人可以玩两次，然后我们两个人都戴上耳机，一个人通过这个题板给出的词语用语言去对对方进行描述，对方通过他的口型来猜测这个词是什么。每一组只有三分钟的时间，后两名的就要给大家做饭，但是不能表演啊，只能说话。不能表演啊，那我来不了了。我想想你这玩意儿怎么样？特好是吗？姐，咱给他打个样。来，我有点，我好描述，但是你要看我的嘴型，我嘴型会很大，然后我的表情会过于惊讶的那种。开始了，给我们比个手势。SHE，对不起。SHE。啊。歌名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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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弟，你嘴型明显一点。弟，你现在嘴型全是呱呱呱。继续。SHE。什么东西？中国话。SHE，中国话。喵，波斯猫。哎，哇塞！姐，许仙。我是什么？大白鹅。Next，Justin，战士，是什么组合？组合啊，组合，月华妻子。对，瞎猜的。吴彤跟杨迪是什么关系？吴彤哥跟杨迪是什么？大神同学，太厉害。杨迪为什么要打蔡徐坤？杨迪没有什么。杨迪没有颜值。我帮大家了，我又要。我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是弟弟。Idol。还有一个词形容 idol。好狠啊！
杨迪，蔡徐坤，偶像包袱。Oh no！ 这个怎么说呀？动画片儿。动画片儿，《黑猫警长》《圣斗士星矢》《花仙子》《蜡笔小新》二D。二 D。二 D， 换一种说法。二 D， 换一种说法。二 D， 二 D， 火娃、水娃。二 D 是吧？二 D。二 D。动画片呢？动画片。对，动画片的宇宙叫什么？动画片的什么？动画片的宇宙叫什么？动画片的什么？动画片的宇宙。太绝了！二次元。哦。来，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哎呀我的妈！哎呀，完了吗？嗓子耳朵简直了！哇！咱又不用做饭了。来，咱姐，咱俩喝口畅心，让喉咙放松一下啊！放松。我说他才。哇塞！来，准备开始。作曲家。What？ 作曲家。你。你老公这么幽默，你嫁给他是因为他幽默吗？这么搞笑的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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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是贝多芬。耶，干嘛了？就当当当当贝多芬那样厉害啊。哇塞哇塞。拆房设计，拆房设计，什么曲子？干净节奏曲，第一。奖，奥斯卡，奥斯卡奖。三个字。什么人？杨迪。三个字儿。动画片儿。杨。小。杨。三个字儿。杨。三个字儿。我哪知道是哪个字儿啊？动画片儿。这什么？什么颜色？是，就是杨什么？杨迪。这什么颜色？黄色，黄，搜黄色，然后呢？谁呀、啊？我哪知道是谁呀、啊？我，你俩最早处对象的时候，语言不通的时候，怎么比划的呢？哎呀。你的中文名儿，中文名儿。那个，我最喜欢的三个字儿。但蓝蓝就两个字儿啊。蓝蓝就两个字儿。那个，我最喜欢的中国的。最喜欢的中国叫什么？猴子。Hotel 三个字的猴子。 Monkey 巴黎埃菲尔铁塔。你不扯太远了。中文你带的什么？你带的什么？是皇冠。啊，对啊。 Monkey 巴Monkey 三个字儿 ，Monkey 中文 Chinese Monkey。啊，《西游记》差一点点。是。你前两天弹的曲子。是 Monkey King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吗 ？Monkey King。那个。
你最喜欢的，我脸有东西，肿了，四个字儿，啊，脸上有东西，眼睛肿了，你魔法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谁呀？谁呀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四个字儿，名儿，四个字儿，你先来第一个吧。谁呀？谁呀？哎呦，口水！啥喊牙子都出来了！你最喜欢的。喊牙子都出来了！喊牙子都出来了！喊牙子，那个小男孩。现在我蒙圈的是这个。我蒙圈是这个，我听不懂。你换一个，别这个。还有个东西。又来了。谁呀？太有意思了，谁？四个字儿，是哈利波特吗？厉害厉害！杨迪最喜欢的，我和曹彻，指挥曹彻啊，指挥玩什么？玩我和玩曹彻玩什么？玩什么？玩什么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哪有指挥的然后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和曹彻玩什么？变形金刚什么？变形金刚。好了，到点了 ，OK 了。接下来我们不比划啊，下一组周深。啊，你和双胞胎吧，杨迪，我说你猜 ，Twins， 加油 ，Twins。响声杀人，魔术在即，什么？响声小平，魔术在即，啊，曲苑杂谈。这太难了。几个字？二三四。呱呱呱！这么多？开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个字。十三。十三。十三啊！洛天依。洛天依。看我几个，一二三四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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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肉蹄王，对，黑幕，黑幕，对，哎，啊，传声筒，传声筒，一二三四五六。蜥蜴，杨迪模仿蜥蜴，唐僧肉在哪里？咱动物世界，鲶鱼精，鲶鱼精，西游记，鲶鱼精，蛤蟆精，鲶鱼，鲶鱼精，金星。两个年，两个年鱼精啊！什么东西？嗯，老大，这个唐僧肉；老二，这个唐僧肉。挂挂挂！
不能演啊，不能演，不能演。夏天，夏天。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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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让我养？我要他死了。你想死？要他活不了。什么？过。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字。I want you, I want you。韩光君。I want you。韩光君。啊，啪 ！I want you。啊啊！情情深深雨蒙蒙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 Oh, no. I want you。I me me me。呸呸呸！那英那英。贾玲，那英，贾玲，庾澄庆，庾尤长靖，华少，华少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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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na voice, China voice, 哎，这不行 ，China good voice， 好了，到点了，我真受不了 China good voice， 你跟我说英语，你跟我说英语 ，I want you， 我说了很久 ，I want you， 你为什么不说中文？我要你啊！人家都说的 I want you， 好难、啊。最后一组了，叫小丁。好，喊的人太累了。我刚才哇塞，那个鲶鱼精，那个《西游记》吗？那是。奔波霸，霸波奔。来，准备，开始。我们在哪儿？我们在哪儿？杨硕，大一点。大哥，那我们在哪儿？我们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他的假我们桂林，桂林，桂林，假天下。哦，桂林山水假天下。一二三，火箭少女。我家小区是什么？我家小区火箭少女是什么？我家小区是什么？对，我哪知道你家小区是什么？你住哪儿啊？哦，你家小朝阳区，火箭少女。我家小区，杨超越，张韶涵，杨超越，真像鲶鱼。杨，你刚才，你别，两下小区，过，什么东西啊？女团舞。妈呀，太难了吧这些！不动不太难了。你啊，四个字，传说。水。传。轻点，你的嘴太大了，轻点。传说。传说啥呀？啊？我对不起，又过了。最后一题，哎，什么？贾玲，最爱的贾玲歌手，刘德华，答对两道题，他们题目太难了。你的假发，我的天哪，你太不容易了，给你的题都太难了，辛苦了。锦娜姐和朗朗哥和程程贾玲姐就不用做饭了，其他人咱们这儿一起做饭。温柔家族。打灯不足，这是我们的车是吧？走，拜拜，等会儿见。上我们的小红椒。你记得你第一天跟我说只有见鱼儿纸装。我的印象里啊，你为什么是穿一身黑色的衣服，然后有个披风，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乐华娱乐的练习生范丞丞。我的印象里，你一直是那种印象，你知道不？嗯。所以你一说话，给我吓一跳，手有点紧张。来，我们来先备料。你要做哪几个菜？爆炒个牛肉。先切一下喽。开始弄吧。
不换便装啊？做个拍黄瓜啊，你做一个，好嘞，做个拍黄瓜。我要开始了。要给你放点姜和蒜吗？多点多点，火好大啊。下肉了，只是一个黄瓜，香味出来喽。但我们这个菜有可能会特别辣，我已经闻到辣味了。有有有。好吃吗？还可以，比想象的好。就是肉吧，谁是我的贤妻呀、啊？你儿姐。哎，腌个勺。不会。你会啊？还行哈。太帅了，太帅了，来，出锅出锅，好，开饭啦，开饭啦，这开饭了，我刚来。咱俩走了。开饭了，走，饭来啦！哇塞，那就吃呗，开吃喽！啊，来喽！还想，谢谢，还想吃自己炒的这个肉，虽然切块切的不好。你们的碗长很，找小一点，太大了可能有点。可以吗？真的，你们做的是我们炒，我们切，就这两个，太好吃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太好吃了。菜女儿，你吃吧。哪这么冷？冷吗？有点，风太大了。你老坐在那种大风地儿，我们俩跟他们换个位置。其实我们俩这边很舒服，要不要到这边？换一下，真不开玩笑，我们还想凉快呢。这样你们冷啊？是，我们受不了。他俩是热体质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没事。谢谢。你俩怕冷，我们不怕。各位老师，哎，刘月月，这是我们春游少年做的提示啊，下脚节目组送给大家，因为大家辛苦了今天。对。然后啊，梧桐最爱吃的鸡翅，不会是导演要坐过来吧？梧桐又偷摸点菜，好不好吃？谢谢谢谢。你们今天吃啥呀？我们没事，有剧组的盒饭，贾老师你不用管我，你不用。是你们也该吃盒饭了。那就各位老师吃好喝好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好吃好吃，是吗？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这节目里有这样大围坐一起吃？真实的吃一桌菜，没有，没有过，头一次。我感觉没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。他录了这么长时间，感觉好像吃饭的时候不玩游戏都不太适应，不习惯。嗯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有个朋友问我，你那个微博是不是被黑客了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怎么变成那个杨迪了？主要是啥？你还转发了你们恋爱那个微博，然后头像顶着我的说那种爱情的话。说了哪些爱情的话？一本给你看。你俩太相爱了，你俩在一起认识多少年了？将近四年了。结婚几年了呢？一年。刚刚过了一周年。刚刚过了。哦。恩爱。什么时候是一周年？一周年快乐。死亡问题，朗朗哥，什么时候到一周年？6月2日。哦。那真是刚过。真的是刚刚过。对。接下来要满足一下贾玲姐的一个愿望了。什么愿望啊？你还有愿望？对啊，刘德华来了，小丁都坐这儿了，你就给他点面子行吗？小丁的热播剧啊，给你们看一个片段，你们俩可以稍微还原还原。哦，吃着饭的时候啊，吃着饭的时候，满嘴油的时候，像不像东北的那个这个才艺？朗朗，你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什么片段嘛？我也想看。我喜欢你。离不开你。下
句台词是我知道。这你知道吗？你看了的，你真的看了。知道。这个也演吗？这个，最后听着像芊芊的额头。Come on, baby。弟弟，我去了。哎。才刚第三期，这就来了个男嘉宾哈，没有什么男孩子什么那种啊，女嘉宾吗？全被我卡掉了，欣赏欣赏呗。等一下，等贾玲姐这口肉嚼下去，你去酝酿酝酿感情，你别随时都能来。但我现在这个状态有点辣哈，姐，咱第一期的时候都没有对视超过十秒啊。哎，给我放点音乐行吗？来来来，我给你放。你就在那捣乱呢，你根本就是不想让人家好好演。范丞丞，陈震一看这都换这个牵手了，他有点着急现在。是啊，着急他。Action。来说，我喜欢你，离不开你，这你知道吧？演戏很好，知道。我虽然性情纯良，为人和善，但如果被逼急了的话。也是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的，这你也知道吧？干嘛？你知道的。好吓人！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亲自己的手背？为什么不按原剧情演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不值得吗？小千，来来。你能把额头递给别人吗？一直在送，而且贾玲姐演的中途。有点辣。谢谢玲姐，我看王牌就最圆梦的一件事干完了，是亲自己的手背吗？是跟你演戏，好认真啊！你演戏的时候，对，他演戏好认真啊！我中间要不是因为太辣了，我都陷进去了。真好，演戏真好。其实你没有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一直在聊天。对，我说一直说，今天已经说了你一天，对，演戏好，对，真的，圆梦了，圆梦了，圆梦了，我真圆梦。但你不按原剧情演，确实有点，真的是让人失望。那这样吧，在我这儿原剧情。来，接下来还有这个，你有一个这个两种版本嘛？啊，你来，晨晨来，你看看吧，给你的机会，你先研究研究。我喜欢上你了的霸气版和害羞版。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。来吧，好弄吗？晨晨，不行的话你就山东版。怎么山东话怎么说呀？我发现爱上你了。俺发现俺有点喜欢上你了。你来吧，来吧，没事儿。来，来喽，程程、玲姐，要音乐不？我还用陈芊芊的音乐？什么火用谁的？是，就是他们的最火吗？现在？对，就有他们的音乐。第一个是霸气版的，你霸气，我就娇柔是吧？啊，你娇柔。Action。好害羞，我爱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来呢？我喜欢霸气的男人。我发现你喜欢上俺仨的人呀。害羞害羞 ，Action！ 你害羞，那我就得是一个女企业家。女企业家是吧？
哎，姐，怎么了？我喜欢你。我知道很久了。我能做你男朋友吗？车钥匙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哇，这大事业三连。接下来一个山东，你们来个山东。山东，行行。不干，你看。山东是直接前面说。山东没有那么多七七八八。山东，我也有一个自我介绍啊。啊。咦，俺对象咋还没来呀？俺真是想。太像吃葱了，你这是河南话。我不会山东话，我可太像吃葱了。葱呢？老妹儿，做俺女朋友吧。你哥，俺一闻味儿就是你。这山东人的葱味儿，山东一闻味儿就是你。哎呀，谢谢刘姐，行了行了，我们把人那个小丁的事业毁六够了。谢谢宣传。今天晚上正好是咱们节目第一期播，嗯，哇塞，重要的日子，这就可以按节目了。那我们先放第一期节目了。好。青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啊，这个，对这个。这啥第一天你没在啊，你那天没在。程程去年来过第一集。哎呀，那你是元老。元老。哎，那时候好客气啊。好客气，好客气。哎呀呀呀，你好你好。元老。对对对对，说话也略做作。哎呀，假笑。笑的是。没有假笑。你看，怎么笑都这么尴尬呀，弟弟。你们是真的。这么尴尬吗？不认识。你看，都不认识。连杨迪都不说话了，不熟。坐这儿吧，坐这儿。吧。不敢对视，两人。你真的在躲哎？我也在躲，因为正好坐。现在可以了。现在我刚才也有点。因为他认真起来的时候不一样。因为他太认真，认真就帅啊。他已经太逗了。小丁，你说一下，觉得第一期好看吗？好看，我好期待这一期剪出来，我会不会像个疯子一样？你非常好看，你的假发套。对，你的假发套贼好看。你那假发套绝对飞出来了。你看我们就是真的不认识的时候就不认识，对，我都忘了我们第一集是那样的，不是那样的一个情景，大家很尬，大家见谁都 对，咱俩第一次见面那天，对，都有点尬，还起来鞠躬握个手啊，真的，现在见面了都，哎，干嘛啊你？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这几期哈，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对，这个感觉真好，很好，对。希望我们做一个真的就是真人秀吧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快乐的团结的家族。我是觉得真的还挺好的，真的，我很少参加真人秀，基本上是人生中第一次最重视的一个真人秀的一个节目，所以导演找我过来的时候，我是真是特别特别重视。是，所以我有时候我还跟他说，我说我们不能一次。有多一天时间，看能不能更好一些哈，效果什么的。但因为综艺之王就是什么我啊，有点太大家，我们都是跟综艺之王的行程走的吧？综艺之王，你看看，本来要好好谈心，谈着谈着又是对我的攻击，我在这儿惨不？来，我们一起来拿唱青吧。那个他要说一句话。嘉宁姐，我只想感谢请我过来跟你们疯狂的玩一天，然后任七星的朋友非常感谢，欢迎你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第一天来，第一次上综艺，很开心，谢谢大家，欢迎，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回家睡觉了，好吧，走。
今天是程程生日，我们怎么得给他一个惊喜、啊？给他一个下马威，怎么整整他是吧？应该。其实我有请一个朋友过来。鲁大华，鲁大华。哎呀，那这是你的生日吧？这是你的生日吧，刘德华？让程程知道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程程发了新专辑，大家都知道吧？是是是，我还买了呢，9块钱，难得花这钱。厉害厉害厉害！他的新专辑呢？程程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不是说希望我跟腾哥给他录个 MV？ 就说要拍 MV， 我的首个就是陈列对象，就是贾玲姐跟沈腾哥。所以这样好不好？一会儿让腾哥，让腾哥演一个那个摄影老师，我跟程程拍一小 MV 送给程程，我们一起说一个春游家族啥都不图。我是贾玲，我是杨迪之类的，他就可以出来帮我们弄这个了。看范丞丞发不发现得了哈，这就看他了。哎。嗯。你没，我们是不用演的，你也没必要，我们也扛着吧。我们不用演，我们知道你要来，但是好像啊，好像你也太自然了，沈腾哥，整个人太自然。我以为我没敢往那边瞅，我以为都在呢，走在门口都入戏了，进来就。就是看你来怎么吵架啊，可就真实的自己就好了。我是哪个机器啊？哎，都没戴帽子，就我戴帽子，有没有点奇怪啊？你要不要换他这个，换他这个崩发带？要换你这发带啊？试一下，先试一下，先试一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样也行啊？就这样，确定看不出来吗？完，我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呗，换上三百体温钱撂一撂。撂一撂是吧？来吧，你得拿机器来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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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Hello，Hello， 哎呀，生日快乐 ！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太热了吧你这也？不是不是，我刚刚就彩排完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出发前要录个 ID， 录个这个王牌家族啥都不图，然后每什么家族？什么家族？身在曹营心在汉，王牌家族，直接王牌家族，让沈腾哥来，我走。沈腾哥也不一定来，但你可以走。春游家族，然后说口号之后，每一个人要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还得做自我介绍。我们这几年白干了呗。来吧，从周深开始来。春游家族啥都不图，我是周深。我是老王。哎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跳一些。大家好，我是春游家族的贾玲。请问一下，我的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弟弟最近出了新专辑，然后我用跳舞来帮他打歌，名儿也没有，明白？我不用介绍，我是绝对没有答案的杨迪，你冲这俩机器，冲这俩机器，往前走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游家族的范丞丞，然后呢，今年真是的，我刚才那么那什么，你就这么站着。今年我已经20岁了，我也刚刚发布了，哦不对，我发布了新专辑 Emerge， 然后呢，刚才我跟我姐一样，然后呢在这里跳个舞，给大家给自己打 call， 对，可以吗？范老师，能不能再来一遍？啊？再来一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游家族的范丞丞，今年已经20岁了，然后我用一小段舞蹈为我的新迷你专辑打 call。放了三百体温钱撂一撂，唱两句。相机跟上来，还有，跟一个给那种旋转的末镜头。旋转，快来！哎，快来！旋转，快来！哎，快来！快点来呀、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哎，快动啊！哎妈的，这他妈的，腾哥吗？腾哥吗？没有谁出来拍游记的时候架子提着的。不装了，穿白了。是腾哥，哎呀！不装了。这是干了，这是干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
都可以站这边了。快来吧，王牌家族都说出来还不快来。我说再跳一遍的话，那块你有反应吗？范老师能不能再来一遍？这声音没听出来，就是老让我对那个机位跳，对那个机位跳，我一直啊，又是我。你说的，你对那个跳。你知道你埋在人堆里有多么的平凡吗？我不 Q 一下，这趴要录一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贾玲姐找你那个机位都找了一会儿。腾哥，我不是怕贾玲找不着，我自己特意带了个袋儿吗？你是想让腾哥参与到你的 MV？ 其实是想。你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唱一段，你认为腾哥适合你哪一段 MV 的参与？没事，不管你写什么词儿，你需要我就在。有一个女孩，我总给她发短信，结果她总是不回。这心想，你这得拿串葡萄啊！MV 是这样的，你就是不回。来吧，来吧，行。不是这种拍一次，这样，我先上，我先上。我是一个可爱又美丽的女孩，最近有一个小朋友喜欢上我了，可是我心里藏了一个大叔，我该如何选择呢？今天我把他俩都约过来了，看他俩自己定吧。怎么了？你是报幕的是吗？报幕员。叔叔，你找谁？别怀疑这家伙。长城，是谁来了？是疼。真的，为了跳东西而跳。你都知道了。我祝福你俩。别呀，别。兄弟，完事儿了。哎呀，闹心呐！怎么从王白一直尬到上？稍等一下哈。程程有点太紧张了，所以程程你状态不是很好，我觉得二位在外边那个讨论，我们再跟大家讨论一下，让程程平复一下状态。还是见到你是真紧张了，对，所以正好他紧张，我们去批评批评他，就是你在这批评一下程程，你说刚才腾哥假的好不容易来了，你就表演的不好。紧张，那个你太紧张了，整的气氛都不太好。对，腾哥把腾哥撤了，让腾哥走了。腾哥也觉得没接住，对，觉得也挺没面子，确实撤了。行，我说让你们四个就拿蛋糕去。好，我们就在腾哥。啥？他不录了。什么？沈腾哥不录了，怎么回事？为啥？觉得有点尴尬。为啥？刚刚觉得有点尴尬，我不知道。这，哎呀，没事吧？贾玲姐去劝劝。我要出去吗？你看看吗？没有，他可能那个，啊，换个衣服吧，不知道。就直接端过去吗？因为我们也是硬 Q， 只是让腾哥惊喜，没给他说拍 MV 的事儿。对，我可能 Q 太硬了。对，你放松点吧，放松点。没事，你就不用想。不是，他肯定也行。腾哥走了，腾哥走了。最差的演技登场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来。腾哥没生气哈，生气了，但是生气了，要把这盘弄完。再说有蛋糕，我就没走。先许个愿，先许个愿，可以。这还不是录王牌吗？小童你认识不？见过。小童你应该叫
姐姐啊，你也是姐了，你都是姐了，是啊。嘉伦，你嘉文哥第一次见，都是青岛人对吧？啊，都青岛人。老祥，幸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啊，谢。那腾腾切个蛋糕吧。哎，这么大块儿，哎呀，先给偶像来一块。这是看哥最近瘦了。来，咱们跟畅青一起祝程程生日快乐！谢谢，好哥。那个，其实程程还有一个心愿啊，就是一直是因为想上王牌嘛，还是上不了吧？王牌的能请到这儿来让他上，该不会玩一些王牌玩过的游戏吧？大宅门请满四合院，大宅门请满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来往一新闻网一号超级 IP 频道，了解青春环游记二更多内容。欢迎登录新浪新闻客户端，搜索“青春环游记二”参与互动，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感谢蓝天下官网、咪咕视频、中华网力、罗半生、百度地图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感谢趣淘、雨林资讯、青椒、智娱、成果、天翼视讯、影视头条、飞猫 APP、猫弄、西瓜子、饭机、Zucker、Onward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他们这是什么规则？他们摔跤比赛。我感觉我现在都想辞掉演员这个身份了。别被他们骗了。看着宝宝长大了，看着妈妈变老了，一切都是20年的回忆。就我妈70岁了，我就觉得挺可怕的。我妈也挺不容易的。青春环游记。